好了，那这到这一部分呢，这就是我们求职的职位。就上一周吧，我专门谈了一个视频啊，我谈了这个 BABSA Data Analyst，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区别，还有 Consultant。然后呢，我把它放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上头，然后上面下面有提问，就是说他说，因为谈到这三个职位的时候，我并没有谈到他们这三个职位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和适用的人群啊，他下面说，那老师啊，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三个职位的这个发展趋势怎么样？那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因为有 data analyst，然后像我们这个体系是 BABSA，我当时没有特别的谈到底哪些人群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大概谈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同学们啊，有没有一些 sense，就是对数据分析师 data analyst，就对这个 data analyst，还有这个 business analyst 和 business system analyst，还有 consultants，他们之间这个不同，大家肯定很清楚了。数据分析师做数据分析的，是不是？他了解一些业务的要求，了解业务要求，然后呢，基于这个数据是吧，来做一些产生。进行数据分析，产生来指导这个业务这个运营的BI，基本上就是有数据分析师做的事情。那 BA 是干什么的呢？是 Bridge 嘛，就是作为业务门和企业的 IT 建设部门的一个 Bridge 是吧？那 BSA 什么呢？我在谈到的 BSA 就是 BA 加 SA，数据分析师是有别于 BA。和 BSA 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状态。那数据分析师 BABSA，现在 BABSA BA 呢，以前是作为桥梁，是吧？我们同学稍微的在心里区分一下啊，BA 是作为桥梁，只是一般专注于业务分析的。他对于在一个业务部门，他对业务的这个业务体系了解，让他做业务体系的分析，然后呢，形成我们IT 建设团队所能够使用的需求是吧？那这个高端的 BA 它有时候要做一些这个业务体系的优化和 refactor。那现在在这个云时代、大数据时代，实际上慢慢的，以前的 BA 对他们的技术性，就是我们说的 IT 技术性要求并不高，了解吧？但是对他们的业务要求非常高，是吧？对业务的了解要求非常高，但是现在我们的 BSA 这个群体，因为走向云端了嘛，你知道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说 Dynamics M365 是不是在上面我们可以 build 任何的业务体系？我随便打一个比方，你比如那个 Air Canada，它所有的这个航班呀，包括它客户的管理体系都是 Dynamics M，因为我们有同学在那，包括你比如 CIBC，它整个的 B2B、B2C 都是 Dynamics M，还有一个在政府。很多很多的 BPM，我们叫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都是 Dynamics M 来实现的。还有我们的 OSHA 贷款，就整个的全国的这个学生上大学的贷款体系都是 Dynamics M。那么众议院管理体系，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有同学们在那，都是 Dynamics M。好了，那这现在我就说基于云体系下面的这个体系呢，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职场有一个变迁，是吧？那我们的这个 BABSA。跟我们的这个 BA 呢，慢慢就重叠了。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就叫 BA，实际上你们做的工作，我们出来的人呢，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是 BSA，就是 Business System Analyst。那你就是要既是 BA，还要加上个 System Analyst。好了，那我们的现在我们这个群体出来的人 BSA 就要做到什么呢？需求分析、解决方案、项目实施。我说的这个项目实施是开发之外的实施，开发是由开发团队来做的。那他们的前景，你看看有什么前景呢？其实这个前景，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想说说他们的前景。大家觉得前景怎么样呢？那我们先看一下他每一个体系所要求的背景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以前啊，就刚才说技术，大家就一想到 coding 才是技术。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体系都是技术体系。你的这个对于一个人，就我们会从事相关的这种BSA focus 在这个微软的云体系下面的 Dynamics 365下面这个体系下面的这一群 professional，那对我们的要求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要有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对吧？或者有我们的不同行业的教育背景，那是我们 domain knowledge 体系。然后呢，
基于这个体系，我们有对企业的认知，对于业务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 build 我们相应的这种比如微软的 Dynamics 365 CRM 的这个业务平台技术平台，以后我们才有能力在上面 build 我们的定制化的业务体系来支持企业运营他们的体系的，对吗？最高效的运营。那这个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是不是 build 这个业务体系里面要包括了数据体系？因为大家知道吗，业务跟数据是不可分的，所以说这就是我要求我们大家刚才谈到的，在我们的这个简历上面，当然你要有365的体系 CRM 的体系，你还有相应的数据的知识体系，你还有需要整个云生态的知识体系，大家了解吗？那这个职位，然后呢你还有相应的行业的背景，比如你是 finance， 你是 accounting， 你是 manufacturer， 你以前在 healthcare 等等等等这样的背景，那你想想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从你的职业的这个整个的素养上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看到了吗？而且你兼顾了整个的现在的新的 IT 的这个生态体系，包括云，包括定制化的体系，而且你离业务是最近的，对吗？你是最支持业务体系的，是不是？你直接支持业务嘛？而且你 balance 的业务体系又 balance 的最新的技术体系，那你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呢？前景当然就非常非常的高端了，啊，非常非常的高端。我在这个 IT 领域做了这么多年的，我看就是说这个 ceiling 可以很高很高。有的同学在问我啊，他 ceiling 是不是就是 architect？ 不是的。他可以做到从这个行政职位上，他可以做到很高，有的做到 VP、SVP 是吧？而且你在这个项目上面，你会发现这个现在你这个你既掌握了业务体系的需求，又掌握了所解决方案和开发之外的实施，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项目的一个团队的核心。不管你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啊，你做项目的是去 Agile 这种 model、Scrum 这 model， 还是 Waterfall 这种 model， 你都是核心。那在这里面我就谈到了 consultant 的。那什么就等于 consultant 的呢？其实在上次的视频里我就讲到了 BSA 在甲乙方就是 consultant 的。如果你在 IBM， 你在艾森哲，你在 Infosys， 或者你在这个其他的很多大的 consulting company， 你就是 consultant。 但是以前的 BA， 你在乙方你不能成为 consultant 的，因为它只是专注于业务的需求的分析嘛，对吧？好了，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现在大家一般呢都把这个 BSA 就叫 BA。 那么数据分析师呢，大家数据分析师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在五六年之前呢，数据分析师这个概念并不强，你会发现那时候 BI 的这个概念也不像现在这么强。那么当我们跨入到这个大数据年代啊，这个数据量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但这个数据要从这个企业里面，要从这个数据里面提取价值的话，那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相应的职位。大数据时代，我们 data engineer 是非常高端的职位啊，非常高端啊。 data engineer 我看了一个美国的那个一个杂志， data engineer 的这个薪酬是最高的，非常高。就真正的 data engineer 就是大数据的处理，这里面包括 machine learning， 包括云体系，包括大数据啊， Spark、 Hadoop 等等的分布式、并行式，这个太大了。所以他的这个薪酬都在数据领域，它会跟这个 data scientist 来对比，它比 data scientist 它大概在12万到13万平均在美国的薪酬， data scientist 的大概在9万多啊，是这样的，平均就同样 level。 那这个那就我就说谈到这个，就围绕着数据展开了很多很多的职位。数据分析师是跟业务是吧直接挂钩的，所以我们谈到的业务数据分析师基本上更面向于整个 data pipeline 的前面，它直接是面对于业务体系的嘛，面对于它的 end user 的是吧？那它的这个主要的技能是它需要对数据分析的这个知识体系有比较深厚的了解，这里面包括你数据库，我们主要是关心数据库哈，包括数据的交换，包括数据的结构化，包括对数据分析的查询的语言 query 的 language 吧，比如 T-SQL， 包括 platform 呀，包括 Power BI 和 Tableau， 对吧？那它是这样的。但当然呢，作为 IT 里面的数据分析师，它分析的数据量相对大，也许它数据的分析呢，数据是跨部门团队，然后呢，它支持的这个分析的这个业务体系也比较复杂。这是我们所说的 IT 里面 data analyst。 data analyst 需要了解一定的业务体系，因为你分析的这个结果是支持业务的嘛。所以说你分析的结果是必须是有价值的。
所以他你对这个业务越了解，你对这个业务体系下面的数据也了解，还有各个体系下面的数据的这种结构越了解，你越有价值。这是我们的 data analyst。所以大家当想要做 IT 的时候，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数据分析师，他数据的知识体系相对来说是很清晰的，明显很清晰的。所以这个导致了 data analyst 的他这个入门的，就是这个从业的这个年龄啊，会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年轻化。所以说你要是想做数据分析师，必须是完整的知识体系。数据分析师这样的职位呢，市场机会很多，但是求职的人员也很多。然后那他的这个前景当然都是非常好的前景，因为做数据分析啊，我们说做 IT 就是做业务的 IT， 做数据的 IT，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数据分析师你做数据相关的这个 IT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你做数据分析师做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职业更好的一个发展和规划，跨入到这个数据分析师的行列是第一步。然后跨进去之后呢，你需要在这个领域进行一个扩展，这样的话那在这个领域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发展前途。因为他们有在线上的这个 audience 来问这样的问题，我啰嗦了这么多啊，就是其实两个职位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BABIC consultant 你这个 ceiling 非常非常好，因为你兼顾了所有的业务体系啊，业务体系、技术体系，而且不太会被这个我们所后来从事的这种 AI 啊，人工智能是吧，替代。那么数据分析师也有很好的前途，但是跨到数据分析师的领域，需要对这个知识体系啊要进行扩展。反正是这是我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两个这几个职位。